这个笔记本是昨天一位老同志交给我的。如果里面记录的关于合众集团所有的犯罪事实都属实的话，那就证明我们警队存在着重大失职。接下来，严查合众集团，我们要看看他们光鲜表面的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罪恶。是。 会转告给孟董。就算我不提前通知，以孟董的处事风格和众账面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是。哎，我多嘴问一句啊，怎么就突然查到我们了？不知道严哥从哪儿弄了一本日记，应该不算是直接证据吧。虽然眼下这波躲过去了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。啊，行，那我跟底下人交代一下。 让他们最近老实一点。哎，邱建设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他不会再出现了。哦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说啊，很快就给他送出去。其实啊，不用太紧张，等花药壶住了水，一切都不是事儿了。什么时候注水？很快啊。 我有个事儿问你啊，您说，曲江河到底是？哎，这个是孟总的私事儿，我不方便回答。
你们就是在这一天发现的那个野人？对对对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前面就是他的信件。啊，这就是他的信件。 你别动，有人要杀你。 合众集团是我们的吗？合众集团只姓孟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好歹我们也是股东呢。嗯，股东个屁！就这么点小股份，充其量就是跟班的。孟董，我这边资金最近也很吃紧。我也是，直接理由不景气。我又买了好多台挖掘机，而是没钱了。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。6年前。 各位兄弟个人开着个人的矿，当年那个老孟你那个矿塌了，你把我们各位兄弟召集在一起跟我们说，开矿不如做生意，搞点房地产。哎，没让你们挣着钱啊？赚是赚了点，这个项目赔了不少，还搭了点。今天我们就是想退股，原价退就行。老哥，老哥，别装睡。 表个态。对，马上就要竣工了，到时候这个钱不赚，跟傻婆一样。赚什么赚？到现在还在跟我们要钱。最关键的是，花园湖是建在新发矿的旧址上，能不能进攻很两说着呢。挖出来的人头，到现在警方都没给个说法，一定是暗中调查。 妈的，肯定是贺连山的孙子干的。老贺，我他妈弄死！快跑啊！跑水了！快跑啊！快跑！
抓紧先救人吧！正子，你干什么？小娟，这事儿要漏了，咱不仅倾家荡产，咱还得一块坐大牢去。坐牢也得认呐，下面那么多条人命呢。 你说你在下面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非要出来呢？你也去吧。 正子，你干什么？老娟，这事儿要漏了，咱不仅倾家荡产，咱还得一块坐大牢去。坐牢也得认呐，下面那么多条人命呢。快去呀！行，那我叫人去。 今天，也不会有何种集团。虽然我不愿意让你出来，但你还是给我帮了一个忙，把江河推到了我身边，让我心里踏实。虽说还得谢谢你。 你就踏踏实实的待着吧。Cheers。
好，副书记，我到了。杨各同志，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这件事情，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您请说。朱总示弱，打入何中内部，是曲江何同志的提议。组织上经过研究，决定给予支持。之前加强同志应该暗示过你了。 是，这是一步险棋。如果行动失败，江河同志的名誉，甚至生命，都会受到威胁。所以，组织上希望你，在他需要的时候能配合他的工作。是，请你理解，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你，并不是组织上不信任你。 而是因为你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相对复杂。我理解。为了江河同志能够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，我们要规避一切风险。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，请您放心，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名义向您保证，一定全力支持配合曲江河同志顺利完成任务。 挺不错嘛，也不请我上去坐坐。这不是我的船，说难听点，我就是给人看船的。那让我感受一下呗。我这贼船可好上不好下啊。少废话，开船。进。张所。 您是？您好，我是市局刑侦队的梅雪。啊，就是你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想看一下当年的账目。啊，跟卓越有关是吧？行，跟我来吧。哎，请。哎，张所。哎，小丽啊，这是咱们市局的梅雪警官。啊，哎呀。 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还给他，我让你还给他。 难为你了，还别说，戏演的挺好啊，还笑。你把卓越弄到看守所里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有个叫李大民的，911案的时候在金岛派出所，后来没多久调到看守所去了。我听我师傅说，当年那些案卷。
和丢失的证人笔录，应该跟这个人有关系。这么做既能保护卓越，还可以让他接触李大明，对吧？算是吧。你接下来什么计划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你不能再单打独斗了，你需要警队的支持。 你确定咱们警队就安全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赵明亮死的时候，我怀疑有人把333的信息透露给凶手。或许凶手到过现场，看到那个数字。不是没这种可能。不过我把我的手机给周毅检查了一下，发现里面有监听的设备。这东西肯定不是国内的。 只要你拨打电话，收发任何的信息，都会被监测到。我让周毅做了一下反向定位，确定监听我的人应该就在市局里。你有怀疑对象了吗？我怀疑马小茹，但是我没证据，还不能确定。好，我帮你盯住他。 公山生那边呢？他现在完全信任你了吗？不知道，应该吧。哎，听说你以前也是刑警队的。对。那你呀，听我一句劝啊，跟他们千万可别说出自己是警察来。说了又能怎么样？他们还能把我杀了呀？ 你看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条啊！凡事呢，忍着点，千万别冲动了。这里边的人比你冲动的多了去了。那我就眼睁睁着看着他们这么欺负人啊！有管教在，你就别强出头了。我就是看不惯。哼，你看不惯的事情还多着呢，你管得过来吗？啊！而且不要忘了。 此时此刻，你已经不是警察了，啊！你跟他们一样，都是犯人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是，一进来呢，刚开始都会这么说。我跟你说不清楚。我呢，也不是不相信你，是看得出来，你呢是一身正气啊。 可有的时候，光靠着一身正气，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那按你这么说，那正还不压邪了呗？你呀，你就是看事情太绝对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你要明白，我是真心的为你好，你就记住一条：忍着点，千万别冲动。啊，等等。 我怎么看你越看越眼熟呢？嗯，哼，你以前也进来过？6年前我跟孙局在一块儿，我们是不是见过面啊？嗯，是吗？哼，哎呀，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啊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啊。 你还想不想让我工作了？别闹！怎么了？不方便今天，不方便。
要不我叫个妹子过来陪你喝一点。不用，你陪我喝点就行。最近你又犯事了，警察这几天来找我呢。六年前的事，也不知道怎么就翻出来了。那你还乱跑？我不是一个人吗？我喝酒都没碰个响的，我就想出来碰个响。孩子，孩子，不还没到一个月吗？快到了，人呢？他没给我打电话。这么热闹？不知道警察是找你的。他干嘛跑出来？一个人无聊，想听个响。什么？想听个响？答应人家的事儿，一定要办。混！哎呀，这球给丢的。哎，庞总，看球啊？还是战术吗？哪看不是看？庞总。好的。安总，怎么这么多钱？以前啊，都是做国外的代理抽点手，后来发现还不如自己当庄家玩玩。你这是做庄赌球？那有意思啊，挣得多吧？还行。这怎么玩的呀？这个压单场、压冠军都可以。哦，哎，你还别说，今年压西班牙夺冠的可真不少。西班牙夺冠？怎么？你是不看好西班牙？西班牙就算赢了意大利，西班牙也会赢得非常之艰难，意大利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。有点道理啊，那你不压点？我觉得这不是我可控范围之内的事儿，而且假球居多。我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用这儿，还有有技术含量的事儿。比如说呢？德州扑克。德州啊？嗯，我那儿有局，改天你去我那儿玩去。那也不合适，我去你那儿了。那还不得大杀四方？你赢的又不是我的钱，那我就敞开赢了啊！哎，这有意思。夏总，
夏总。哎呀，夏总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夏总，在这儿呢。啥也不说了，你呢？这根本不是打我，那是救我呀，记在心里了都。交代你的事没忘了吗？没忘，这儿呢。哎，沙总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这回让我躲起来，你可一直没跟我说，这警察为啥抓我呀？应该是红霞的事吧。红霞？哎呦，那这六年前的事儿了，怎么又给翻出来了？我听说啊，主要有个线人弄到你的牙印和红霞尸体上的牙印吻合呀。我的牙印？确定最近没见过什么人吗？柯松山。你怎么就确定是柯松山呢？你听我跟你说呀，那天是这样啊，我去买衣服，对吧？他呢也去买衣服，我好心呢，我就给他买单了。他打我，哎，我说柯松山，我就把他给摁在地上了。我说你打我，我给你买单，你打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对吧？你记得吗？他有一个保镖，那么胖，那么壮，对，一下，哎，就给我勒住了。这柯松山这老小子，他不就厉害了吗？哎，他就拿腿蹬我，蹬我。然后把我胳膊给拽过来，又嘎嘣给我咬了一口，那我能愿意吗？对吧？我就哎，我就一绕，哎，柯松山，你咬我，我也咬你啊！就是这一口。还有，这么一说啊，我又想起个事儿，我之前啊，看见这柯松山跟卓越从一个茶馆里走出来，我那时候没在意，现在想想不就都圆回来了。刚下班，哎，挺辛苦啊。习惯了。卓越你知道吗？啊，您是说新来的那个人吧？他没乱说话吧？啊，没。他是新来的，谁跟谁都不认识。嗯，人还挺老实的。盯着点。他要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哎，是。拿着。哎，老李，啊，喜欢看烟花吗？什么意思？听话的话，大家就是朋友；不听话，往那儿看。
桌子菜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不是都看着我干嘛呀？那行，我给你们表演个节目啊，给大家助助兴。表演个什么呀？报菜名，好不好？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儿，烧花鸭，烧子鹅，卤煮野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十斤酥盘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酿鸭子，罐焖鸡，罐焖鸭，山鸡兔脯，菜焖鱼，清蒸哈什马，烩鸭丝，烩鸭腰，烩鸭条，清拌鸭丝。嘿嘿，还可以啊。哎，倒酒。水温应该可以了，嗯，来吧，我自己来。没事儿，那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，好着呢。孩子，你跟我说实话啊，你到底是喜欢江河呀，还是喜欢我们家川生？我明白了。川生这孩子，他就是个榆木疙瘩，不会表达，整天就知道工作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孙子呀。明天召集大家开股东大会。今天我来，辛苦你了。说什么呢？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只有愿意不愿意。哎呀，今儿天不错。我以前经常一个人坐在这儿，有时候坐到大半夜。哎，能陪我的只有孤独。我曾经想过改变这一点，但改不了，因为我没有朋友，只有敌人。直到你来到我身边，是你改变了这一切。你让我有了一个最信任的人，让我不再孤独。谢谢你。雪花也不会。
在命运之中仰望着光，若白不脱这寒冷，就跃入你手中，让温暖的痛结束一切噩梦。让我追，追着电影中的笑容。No matter what.